金融看世界，鸽子窝看世界，对。我跟你讲，你车先见他扶一下。来，帮你弄，在干嘛？Aaron 靠过来啊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你知道吗？比赛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如果他生日那天嘛，然后刚好打流赛那天要参加比赛。阿鲁巴吗？对，阿鲁巴，你可以选择死跟阿鲁巴两件事。我知道这个笑话我听过，阿道死嘛。对。那如果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不要这么做，丢水池吧。我知道，丢水池，这里没有水池啊。听大家的，高中的传统。事情是阿丸丢水池。然后我因为啊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背心，所以我帮你带来，我才帮你带来另外一件。真的？真的对你超好。妈的，领旗哦。没有，这我们车队的领旗而已啦，车队拉低赛的而已啦，生日快乐！你不觉得？你不觉得我这样背负了太多东西？不会。那谁要帮我拿袋子？我可以帮你拿。我们帮你拿，我们帮你拿。这是小事，交给我来做就好。是哈。对，你也不用太紧张，反正你就乖乖。对，等一下入伍军官。全部的领旗。对。等一下，你拿着领旗的时候，我要跟你合照一张照片。然后你要知道这，还有春联哦。对，没有传统就是哦，今天完赛之前这个都不可以拿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大家不然会那个哦。放心，我会带这个坐车的，这个荣耀。是，前导车有没有？这拉迪赛的传统一定要一直这样，知道吗？看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怕被我的汗水给。不会，超赞的，没关系。万一它坏掉的话，是，如果是别人要用的时候，我还会再去做一条新的。真的哦。对。都有 A 王。我进来。来，继续。有可以。赞。好，很好。好。好，就这样子。不要乱动哦。有没有夹子要帮他夹一下？会啦，我真的对你超好的。